对。把那个蒜放进去，那小的。通常我们煮意大利面，就那个garlic要爆到它金黄了，我们再有一点味道就可以了。好，再看看。只要有嗅到我们要的食材的味道，你加那个。我把你嗅到那个味道。鸡肉，再来煮一下，香料，好，再请你把这面打一点，好，好料吧，鸡腿的。要吃的，嗯 ，OK， 可以把这个酱倒来，好不好？打完了，不用放了，再加多一点点水。OK， 我们就加盖了，加盖啦。对，那这个盖呢，它有分，好像说你要用 steam 呢，你就转这边。现在我们要用高压，高压很快，把它很快起，这个只需要5分钟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个stir fry 不要了，把它按掉，按掉啊，对，按掉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用这个煮饭这个，再按呢，按到5分钟，这个6分钟会 OK， 我们减1分钟 ，OK 就可以了，它直接煮了。呀 ，pizza。如果是说你要它的收汁的话，你再继续用烧麦煮哦。如果是说你要吃有汁的，就不管它了，就这样子啦，放下再先拿去吃了。OK。老师在拿什么？意大利面哦，今天是我们的某种法国煮的。哇，还有咖喱鸡肉，意大利面配咖喱鸡肉。很特别哦。很特别哦。哦。意大利面配咖喱鸡肉。没有问题。哦。好热，好，要来配一下，推，来，哇。下次你一定要来哦，我们在直接吃意大利面。Yeah.